道亲人平等观呐，立清利欲俗尘，自清心境地故，无染着净烦恼。大爱道地球呢，学无学将逆君，心存安住意道，机会足情是无忌。但爱道用心体会啊，释迦牟尼佛人间度化，不分亲疏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讲啊，度他人哪容易，度自己的至亲人是啊，更困难呐、啊。但是佛陀伊的德啊，成佛了以后呢，就几年后，回去迦毗罗卫国，父王欢喜啦，希望迦毗罗卫国人人呢都会当亲近佛法，这是真理，期待国家人民啊，人人会当得到真理啊。身心平安，这些净欢王啊的心愿，所以也下了命令，只要是家庭啊，有两个后生，两个以上，都会当和伊的囝。上少一个去出家啦，人民是安尼，大神也是安尼，王亲国戚也是同款呐。佛陀期待，如是亲的人，在期待因，如会当接近佛法。这样就是净欢王啊，会用心，伊相信释迦多太子呢，成佛了后，成为大觉者，所感悟的天地人间宇宙真理，这绝对是无偏错。应该人人呢就有道啦，要赶紧呢接近这个真实的道理，这是伊个国家的幸福，这是净欢王的心量，有真侪王亲呐、啊，大神会惊。都愿意呀、啊，因为佛陀入王宫说法也已经一段时间了，人人啊，好熬佛法，都期待接近佛陀，亲近佛法。自愿要出家人也真多，所以时时跟随在佛的身边。人就是愈来愈多啦，一直经过到净欢王已经往生啦。大爱道呢，就是佛的意庙，也是想人生真是无常啊，道理了解啦，最后呢。就是爱亲近在佛的身边，
一旦时时闻法，这是因为很向往啊，希望过着安尼这里正简单无牵挂的生活，所以带着一群强弩啊，都隆重的愿意随意出家，来向佛陀求啊，求要出家啦。包括亚斯多罗也伫内底哩。开头啊，佛陀就是唔肯，这个、故事大家人知咯。后来，大爱多，那就是摩诃婆舍菩提啦，他就向阿难。求啊！迄当阵阿难呢，已经是成佛的使者，时时伫佛的身边，所以摩诃婆舍菩提，拜托拜托啦，用真切来恳求阿难啊，替阮向佛陀。求啦，所以阿难无忍心嘛，在佛的寺庙参加宫中，这里真多啊，王亲呐，隆重在鲁藏呢，愿意来亲近佛，是偌无简单呢，因既然。一旦愿意放弃王宫富贵的生活，愿意来过着这么正淡薄、简单、刻苦的生活，阿难真感动，认为啊，众生隆重呢，佛陀都是爱。希望因会当得到，哪有讲女人袂用得来接近佛陀，在佛的僧团中修行呢？伊去向佛陀啊，一直的恳求，佛陀呢听阿难呐，一直在再二三。不断的恳求，佛陀只好啊答应啦。但是呢，阿难呐，伫感恩佛陀答应，佛陀就甲伊讲啊，你知影无？因为我答应你，你将来出家，成为比丘尼。我的正法啊，恐惊会减低去啊啦，会减少。阿难惊着啊，问是为什么呢？就讲啊，女人呐，修行心未专呐，女人的娇态、形态啦。体态看来是真软弱，心内呢杂念偏多啦。出家乃是大丈夫事啊，但是女人心真复杂。阿难都讲啊，过去诸佛啊，嘛是同款有四种地主啊，为什么？在这个娑婆世界呢，女人都有安尼这么大的障碍呢？佛陀叹一口气，是啊，娑婆世界众生啊，心欲刚强，
何况男女之间呐，那是接近呐，真的，使男人心不得定啊，那女人呢心复杂啦。那阿兰都讲，安尼无平等。佛陀不是讲吗？众生皆有佛性，众生大足平等观呐。那也各有呢，男女形象。佛陀讲，不是男女形象，是心态习气。是啊，是心态习气。但是呢，感情是安尼，佛陀也讲啊，是平等，只是心态习气。男人平时啦，生活呢，都比较安尼简单的生活。每一天，啊，就是安尼，这么简单啊，只系惯习干净啦，衣服整齐啦，安尼就好咯。但是女人就无同咯，还都爱细心打扮啦，啊，真正看起来一间房间的内底啦。女人的物使用的物件，哈比男人多了。男人呐、啊，一个衫橱，一张床，一块桌子啊，应该呢都有够啦。女人都爱西装打呀，瓶瓶罐罐啊，哈真多哦。形形色色、奇奇怪怪呢，的物件嘛真多啊！可见呢，因的生活这种的习气啦，这都已经时间真无够用啊！这呢，生活中都看出因的习气，诶，浪费啦。浪费时间啊，浪费心思啊，浪费呢财物啊，这呢就是佛陀所讲的习气，是障碍啦。当然，在佛陀本来呢，就是浓妆平定阿兰来代替。摩诃婆舍菩提来救啊！这只不过呢，佛陀用这个相啊形象，故意无愿意接纳女人出家，一心清楚明白，摩诃婆舍菩提一定会去救阿兰。因为伊也真了解阿兰心软啊，也是呢，从细汉就是安尼真依赖，无下啦，依赖，即妈妈依赖，亲像摩诃婆舍菩提从细汉疼惜大汉呐，所以。摩诃婆舍菩提一定会去找阿兰，阿兰呢一定会来代替因讲话，这是佛陀呢内心明知啦，所以故意拒绝，这就是要警惕好事的女人，所以大家人拢讲女人呐、啊。业障加深重，要加修五百年。是啊，要用更久的时间来断伊的习气啊。
这种的失去心态啦，要安怎样呢？会当这个心态失去，要改变，要纠正过来，好、哦，唔是遐尼简单啦、啊，也那无，拢嘛是平等啊，佛陀。内心并无拒绝，只是呢，故意经过了安尼的过程，这警惕愈人心呐。这佛陀度亲人平等观，本来就平等观呐，何况呢，伊也是真。感恩伊的医妙，等去弘扬说法啦，嘛是呢，一直为弘扬内底呢，亲人，或者是呢，内面的强弱，同款安尼伫咧说法啦，所以因才会当发。遐尼正入心吗？当然，这种度众生是万千平等，亲疏无分呐。所以讲度亲人平等观，亲人也好，所愿的人也好，是佛陀呢。就是无不灭度的众生，都是佛灭度的众生，异类啦，动物佛都要甲度啦，何况同是人类呢？所以佛都是以平等观呐，呀，摩诃婆舍菩提，即群。的路上呢，决心入佛门，他是入净利欲熟定，伊已经下定决心嘛，要入佛门来，那就是清净咯。哎，舍弃了一切呢，生活的习气、心态。隆重爱下去，所以伊爱利用啊，俗人这个俗家的生活，哪怕呢富丽堂皇啊，真富有的物资，伊完全呢也赶快放弃啦，这种世俗。的心态啦，完全远离啦，下定决心，所以自净心境地固，所以完全啦，心一转念啦，这完全拢清净咯。各位十念。无好的习气，嘛完全已经破除啦，下定决心，无染着净烦恼，已经无染着啊，同款是清净，无烦恼的啦。男人的心，女人的心，拢是同款。女人的心欲啦，拢是用伫家己的身躯里；男人的心欲啦，就是向外不断的明色再起，同款拢有物质，但是修行不关系，初世啦，女人微细的烦恼也都爱去除。男人初中的烦恼也都要去除，所以同款
无染着情烦恼啦。那大爱多比丘尼呢，学无学足尼衮，大爱多就是摩诃婆舍菩提，以及学亦无学，为根基真来，已经呢，从开始来跟随佛出家，同款听佛说法，根基大根大基啦，会当体会佛所说的教法，这呢，就是已经到无学的境界。呀，有学呢，就是初发心嘛，开始来学佛法，或者是呢，根基较软弱，那就是慢慢接受，这拢还搁在学中，所以叫做学亦无学，种泥滚。这大群呐、啊，比丘尼，大家人的心啊，都同款，心存安住意道，不管是学亦无学啦，大家人呢，迄、那个心啊，都、就是真安稳的，地都在。多人呐、啊，大家人拢是真决心，女人修行真认真哦，也真修本分呐、啊，所以因祈求佛啊，会当为因作证，会当受记，这嘛就是因的心嘛。这个大爱多呢，伊带领着。这么这么多人慢慢累积比丘尼团要有6000人啊，所以啊，这位大爱多啦摩诃婆舍菩提，伊就是领众之首，是比丘尼的领导者，所以伊带领这的人啊也是同款将做起，因也是期待佛陀啊，会当为因见证受记。爱多，这群的比丘尼，大家人心都有安尼的想法啦。若以声闻言之，佛陀已经呢是为声闻人受记啦，五百八千这的比丘学与无学，前后拢已经。得佛受记啊啦，在声闻人呐、啊，那大爱多多安尼想，比丘诸声闻，遐个声闻呐，遐个比丘啦，我定亦持佛教法，同是声闻。遐个南藏比丘是声闻，阮女藏呢比丘尼啊，同款也是声闻，阮拢总是同款呐。佛陀安怎教育，阮就是安怎受持呀。既是同文发音呐，同解道理。
应该呢，是无各样啊，男女听法啦，法入心来，拢是无各样，不宜啦，无各样嘛。为什么呢？受记啦，不及以我定，这个受记来到这个所在，安尼都停落来啊。佛陀呢，专为发殊品，专为见菩提品，专为呢，啊，都一直呢，拢也无听到讲要为阮受记，提菩提多，这么怕呀，嘛是同款。佛陀也为伊受记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也拢无听到。为我们大家人受记呢，这个受记那也未轮到我们来，这些大爱道啦，这群比丘尼内心呢的期待，也嘛内心啦也担心，这呢恐惊佛陀未向比丘尼受记，所以这是因担心，也是真期待呢。佛陀会当为因受记吼，所以正面的文呐，咱已经呢讲到这些沙文、比丘、声闻这些人呢，以。也愿意来发愿啊，两万菩萨都发愿啊，所以这些声闻啊，这些比丘啊，也来向佛陀呢发愿，我愿意发心，愿意接受这个法，期待不是在这个所在，因为呢沙婆国中啦，人多悲恶，我愿意接受大法弘宣教法，但是不是要在这，是因为呢，这个沙婆世界的人总是啊，多悲恶啦，坏情上慢啦。情上慢包括了贪嗔痴呀，慢个疑，这呢，拢包括在内，就是娑婆世界一众生。已经功德啊，真千步，想要做好事的人呢，已经呢无多啊啦。实事那是做一点啊好事呀，一点啊都有要求啊，求有所得啊。为着要求有所得呢，所以尽做。天曲的心嘛，也真不信啦，哦，无有真信的行正信心，这拢欠缺啦。这是娑婆世界的众生吼，那这无法度真用心愿意修行吼，所以呢，这种。无实的心，那欠心意，欠正念的心，欠亲信，当然也欠真实的心。这就是啊，娑婆世界众生五浊难敌啦，
这是伫这个娑婆世界，所以在声闻呐就唔敢。虽然要发大心，但是唔敢伫这个所在。这些大家人会表达，虽然大家人安尼表达出来，佛陀也未回答因，转一个方向呢。那佛陀他就看大家人呐，恁愿意发愿，但是无愿意伫这个所在。佛陀呢，慈眼呐来观世呢，所有的人伫这个时阵，伊的目光呐，佛陀的眼光接触到佛一秒吼，那伊看到啦。所以这段文接落来再讲吼，那逆时佛一秒摩诃婆舍菩提比丘尼以合无合比丘尼六千斤计呀，将坐而起，一心合掌，瞻仰尊严，目不沾舍。佛陀来看大家人啊、看到一秒啊，甲这个比丘尼呢，嘛是这里真虔诚啊！大家人都是安尼虔诚合掌啊，大头仰望着佛陀的尊严，迄、那个眼光呢是这里真专注啦，内心呢好亲像要表达什么话，好、哦、有安尼的形态啦，所以。摩诃婆舍菩提啦，就是翻译叫做众主，你众之主啦。有因大爱多，也是叫做大爱多吼。啊，亦因教他呢，下面的文呐，会用教他呢。代替吼，所以这些摩诃婆舍菩提的名，或者一秒啦，也称为做教他呢吼，就是这阿姨的姓啦，所以乃是尼众之主，这个众比丘尼啊，就是由伊呢来。带领着教堂里啊，大家人都在乎的一秒呢，本来就是啊，就是佛陀以亲生老母的小妹啦，因为太子出生的时，母的夫人呐，体弱啦，血流不止啊，所以呢。七天后，伊就命中就往生啦。这国王啊，为着这太子要安怎来抚养伊，这中间呢，就爱找人教他呢，就是摩诃婆舍菩提，伊阿姊往生。真悲伤啊！我才看到呢，阿姊幼细的囝，阿真唔甘啦。这段时间，拢是伊伫迄个所在，
安尼伫咧照顾，啊，真侪大神啊，也建议啦，太子需要身边呢有老母，看这摩诃婆舍菩提，对阿姊所留落来的骨肉啦，是这么这么疼惜，这么慈爱啦，建议国王就这样呢接纳这位摩诃婆舍菩提来成为抚养太子的老母，所以还是一秒就是这样呢国王给接受来为做太子的老母，这样真用心的照顾，所以以庙带用之，就是阿姨呀，该带大汉，所以交谈你呢，就有阿兰之请，伊要来求出家，佛陀都唔肯啊。就唔敢讲出来，就去向阿兰请求。阿兰都只讲过去啊，就是困求啦，那苦苦哀求呢，佛陀才开始呢接纳这群呐女众出家吼，真的就是佛陀。伊接纳比丘尼出家，当然原来有一段呢，哎呀坎坷啦。佛陀呢对女众呢，因有这个心态种种的障碍，警惕因要出家这么这么困难，去出家啦，所以因真认真修行，心静。住在多年，这就是因要争一口气，我要用功好好修行，这就是教他们摩诃婆舍菩提，伊呢立下志愿啊，严格呢来带领这群的比丘尼吼，这是因初出家啦。一定呢，安呢，接落来修行认真呐，所以教他们带着这学义无学比丘呢六千人机啦，看到佛陀呢，诶，主眼呐来看全场的人，伊感觉佛陀的目光。已经跟因接触到啦，本来因就是安尼合掌，仰住吼，仰望着佛陀啦。那伊看到佛陀，看到因啊，因就赶紧动作起来啦，赶紧静坐而起。本来心呢，就已经有安尼一点担心，搁是期待。那也未轮到阮受记呢。本来大家人心都怀着期待啦，看到佛陀呢，看因啊，因赶紧啊，把握机会吼，都赶紧静坐而起，赶紧爬起来。大家人呢，合坐啦，双手合掌啦。专心虔诚，这就是佛的意妙呢。各家的民众呐，那共同呐，都拢从真有处事，已经严格的教导啦，管理得真好，大家人真好者，那真庄严吼，当齐起来。
同齐呢，安尼整齐的合掌吼，搁在渐勇尊严呐，目不沾下，同款也是安尼，一直期待啦。本来是坐着，那看到佛陀，甲因看，大家人好坐，赶紧呢，从坐入去就是跪起来啦，双手合掌吼。就是众有所请，真想要来请教佛陀，愿闻受持。阮大家人这么认真地咧听，希望佛陀呢会当向阮受记，有所期待。既然这个比丘啦，都发心讲要接受。持《法华经》，我嘛有心嘛，我嘛是有所期待呀。既然佛陀目光接触到阮啦，是不是有啥物交代无？所以因目不沾下，那希望啦，佛陀呢会当请阮的名，甲阮受记啦。这就是因内心的期待吼，那求之未得，这这么讲虔诚，但是呢，佛陀啊，也阁是弟弟呢，无甲因讲话吼，那这个年长啊，就是大家人的内心都是安尼想啊，声闻都已经受记啊。两路也已经生活了，啊，大家人呢，迄个感受啊，伫内心，确实呢，迄个志愿更坚定啊。这就是大爱道啦，伊的心思吼，伊的内心啊，所伫咧思考，在新闻已经得记啦，量力也生活啦，阮大家人的心智呢，应该也是安尼。佛陀呢，以为地主受记，那若是讲新闻呐。因是声闻，也阮嘛是声闻啊，这是内心伫咧计较啦吼，所以闻法既懂啦，理应不疑。既然佛陀同款说法，阮也同款修法啦。佛陀所讲的道理，应该呢无过样啊。佛陀的道理无过样。阮接受的呢，嘛是同款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只受记，以比丘
但是不及于五顶，那也未来到阮的所在呢？受记，那也未叫到阮的名呢？我那也未得着分呢？提名受记呢？这些，这群的比丘呢，内心呐，的想法，安尼想呐，所以一路眼知啦。是两路，我的亦如心。那讲阮是如心呐，两路也是如心呐。所以两路会当成佛，阮应该嘛会当成佛啦。既然会当成佛，是安怎佛道也未甲阮受记？机动机轮呐，都是平等呐，那不动机动。大家人既然都拢平等啊，那有虾米款的分别呢？阮嘛是行伫同一条路的面顶，因会到位，阮嘛是同款会到位啊。所以五顶起不入，两路好。阮这的人敢不如两路呢？这些因。内心的想法，但是心虽然安尼想啦，虽然家己呢真有信心，真肯定家己，不过想要讲出来，真丢毒，唔敢讲啦。所以啊，非人心思欲言之，却又难其所言吼。那虽然心是安尼想啦，真丢毒呢，都唔敢将所想内心的语言安尼讲出来，欲言又止啦，想要讲。又是停落来，那但仰首莫视啦，就是等待呢。佛陀啊，等待听到佛陀叫阮的名啦，这呢就是大家人啦，真想要安怎样佛陀呢？一旦叫到因的名，阮已经大家人起心了。我们这个时阵的合掌虔诚咯，但伫这个大众中呢，六千个人拢安尼启动起来，这呢才虔诚。佛陀也看到我们啊，我们大家人就是呢，等待佛陀的口令，叫我们的名啦，因为我们甲因拢平等，是啊。平等啊，尤其是菩萨发大心，菩萨也平等啊，就亲像咱组织这个团体，拢嘛是平等啊，无分年龄，无分男女啊。常常听一句话讲：男人呐、啊，当超人用啦、啊；女人当男人，同款。阿尼呢，咱都会了解。譬如讲，做这个救济、救灾，或者是呢关怀，不管山顶、庄卡、路偌远啦、偌歹行的路，男女呢平等，菩萨多啦，安怎难行呢？因都是。同款呐，就亲像伫个玉里，玉里镇呐是上大的一个镇，地方真大，但是呢人口上少，
山也真多，住伫山顶的人啊，生活就是真歹过。那么在玉里呢，伫咧做主祭呢，人少，所以因的承担都真多哦。总共的委员呢，只有107个，年龄啊，拢是平均差不多我70啦。意思就是讲，也有近80的委员真资深啦。但是呢，伊伫迄个所在要照顾遐个个案呢，490户。啊，拢伫山顶较多的啦。啊，遮尼正大诶土地，遮尼悬诶山，你想爱安怎做呢？组成委员人遮尼少啊，现在对住啦，负责诶呢，已经得要80岁啊。对诶，负责啦是林义龙。其实啦，参加呢，这组的副总呢，梁美英，两个人拢是近80岁啦，所以因呢，安尼两个人要走遍这呢大的山区啦，爱去定来去复查，家去看是吼，但是呢，环保伊嘛爱做啊，所以环保站真大诶，环保站呢，因伫迄个所在带人，美英呢，老菩萨啦，伊负责伫迄个环保站人吼，啊，人嘛真少啦，伊就甲伊诶动手呢，呀，该。又出来吼，哈、啊、来到人较多一个啦。那林居士呢，伊呢就是负责出去外面再环保。所以讲，一个是顾的环保站呢，一个呢那就是出去外面再吼。啊，当然啦，拢有人。但是出色的人呐，不是真多哈。大家人身体呢，拢是老态的啦。也尤其是啊，一位呢委员呐，这黄丽云，伊讲哦，哈、啊，看到种唔敢，我是负责吼活动组啦，啊，活动干事吼，常常要找人，但是呢，听到吼。真侪，拢大部分拢开过刀的啦，啊，因若开刀吼，心拢挂烦啦，伫即个家己爱负责的工作里，亲像义龙吼林居士啦，呀，目睭才去开刀了呢，医生甲讲一个月后你才会当去做代志，伊吼一个月还未到。开始呢，都到处呢爬山呐、啊、访视啊，哦，无不都是安尼做过来呢。尤其是开车载环保，伊嘛是安尼做，伊感觉讲，哎呀，学佛啦、啊，咱是咧学佛，唔是呢佛学哦。师父安尼讲，那这个身躯呢，拢是暂时的啦。咱的慧命呢，就是爱照这个身躯啦，会叮当，会做，会当呢立灵根，广结法缘。所以，阮一定呢，就是爱照戒修真吼，啊，照这个身躯会做，就是做。所以讲起来，咱男女平等啦，会做就是做，男总是安尼伫咧做。女众也是安尼伫咧做，这种呢无分年龄啦，无分男女吼，啊，所以同款的修行，同款呢一条路行到迄个目标呢，也同款
定位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菩萨的过程终点呢，就是成佛，这咱应该相信。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。